多伦多北面的万锦市，这个小区叫 New Yorkton。它的旁边就是十六街，交通非常方便。今天呢，就比较冷了。现在有零度以下，这个是后面的一个小径，然后有一条 Greek， 非常美啊。但是因为它靠近大陆，所以就显得嘈杂一些。我们往里走一走。这边都是家属区，地上是厚厚的落叶。这家房子就比较大了。这是一家人家的车库，他们家还有夏季的小游艇。哇，这儿的房子就比较新了，环境也不错，属于闹中取静。那边正在建筑新的独立屋。
建好之后应该是价格不菲。